哪个更好？百事还是可口？谁将拍摄更好的圣诞广告？让我们和拉里露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芭比来一家工作室买一件新运动衫，首先我们需要给它测量一下，缝制并添加袖子，用百事可乐的颜色画它的衣服，向中间添加标志。我想试穿一下，我喜欢穿超短衣，把鞋底涂成蓝色和红色，完美的百事组合。在短裤上加腰带，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妆容，给头发加适合的发带，好可爱的穿搭。芭比是导演，她总是很忙。哦，我需要拍摄另一个广告，我们试穿这件蓝色的外套吧。再搭一副眼镜，太棒了。我们给希拉做衣服吧，她喜欢可口可乐。用运动面料制作红色上衣，我需要一些东西来搭配，用假皮做的黑色裙子是完美的选择。服装准备好了，只需要再添加一个贴纸标志。可以穿溜冰鞋的话，为什么要穿无聊的鞋子？添加四个珠子。车轮已经准备好了，卸妆。她涂着鲜艳的口红看起来棒极了，如果添加一些眼影看起来会更加惊人。使用柔软的小绒球和烟斗通条制作额罩，准备好了。带着这个额罩，希拉准备好迎接任何天气啦。如果滑冰时天气变冷怎么办？毛皮大衣会派上用场的，做两个袖子，将它们连接到主部间。红色假皮看起来很时尚，哇哦！用丝带装饰袜子，戴上雪花手套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导演给摄像员指令，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拍？熊在这里，圣诞老人在这里，女演员不在，她在这儿。记住，我的名字是希拉，我是来试镜的。经过这样的广告，每个人都会买可口可乐的。灯光，相机，开始。给自己一个冬天的童话，和你的朋友分享，对吧，熊？连圣诞老人都不建议在这么长的旅行后喝点可口可乐，每喝一口我就越来越喜欢冬天了。可口可乐，假期永远与你同在。看，哇哦，印象深刻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演员。耶，我很高兴，这是给你的，让我们保持联系。突然，一个可口可乐粉丝跑进百事可乐公司。画出亮蓝色，从镜面纸板上切个圆圈，罐子的顶部和底部粘在百事可乐标志上。我应该把这些罐子放在哪里？幸运的是，我们有一个迷你冰箱，用冰盖住它们。冰百事可乐是休息时的完美饮料。厨房里的饮料已经很冷了。哦，芭比正和摄影师约会。我们告诉你个秘密，她不在乎喝哪边汽水。但她选择百事可乐来支持她的女朋友。把乐胶切成可口可乐罐的大小，添加可口可乐标志，把它涂成金属色。我们有可乐罐了，但也需要瓶子。现在你可以有任何可乐啦。我到处都在喝，外面、家里、咖啡馆里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用空罐子做冰箱，像这样修剪，拆下顶部，用丝带盖住罐子，用冰把冰箱装满。现在汽水会保持冰冻很长时间啦，
希拉事先准备了一杯冰冷的可乐，今晚会很有趣的。耶，他们雇佣我了，我来主演广告。朋友们正在喝他们最喜欢的饮料来庆祝，祝希拉还有可口可乐。让我们把一把普通的娃娃椅变成导演的椅子，把它涂成蓝色，用闪光泡沫纸盖住后背和座椅。我带来了标志，所以没有人会感到困惑。芭比是百事可乐广告的导演。助理，把我的饮料给我。这是什么？星巴克？没有百事我无法工作。我们的百事可乐罐呢？对不起，他们在冰箱里。给你，让我们拍一部杰作吧。从两种片鞋中切出两块长度相同的碎片，开一个开口，用电线连接碎片，将板涂成红色并添加标记。保持安静，场景一，第二次，相机开始。布兰妮自己来百事可乐拍摄，让我们做一个角斗士的样子，用人造皮革做一条紧身裙，使用上衣完成外观，在裙子上加入一条腰带和条纹，撒闪光让它看起来像金甲。用金属装饰完成盔甲，添加人造皮革制成的薄发带。哇哦！用金属漆盖住美国队长的盾牌，用青铜突出并添加装饰。布兰妮是一个勇敢的角斗士，脚本上这样写的。跟我来，是时候开始拍摄了。好吧，让我们再说一遍。开始时，你唱一首歌，然后拿着一罐百事可乐喝一口。布兰妮干得不错。现在让我们在体育馆前做同样的事情。我准备好摇滚了。那么，灯、相机，开始。布兰妮唱得很好，只需要一次就过了。假期快到了，把可口可乐标志放在一辆旧货车上，用闪光花环装饰汽车，添加带电池的电源。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等这辆车。可口可乐卡车开始圣诞之旅，连熊看到都很开心。可口可乐要到每个人家里来了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假期快到了。修剪假花，用它们盖住牙签的末端，修剪它们，并涂上油漆。修剪一个塑料瓶，并把它涂成白色，添加蓝色条纹。把桑德斯上校的脸从肯德基师经理剪出来，并粘在桶上。现在导演可以拿点心吃。午休，还有什么能比吃肯德基更好的呢？吃肯德基喝百事可乐。布兰妮还决定再吃一块。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。是的，很快整个世界都会听到。这块旧橡皮将再次成为新的，用粘土制作必要的原料，添加任何你喜欢的馅料，并用生菜叶盖住它们。把盒子拼在一起，并把食物放进里面。希拉的麦当劳订单是汉堡和可口可乐，太美味了，我喜欢可口的味道，太爽了。工作一天后，女孩们决定放松一下，在厨房里喝一杯。但是她们太粗心，把饮料弄混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
你知道吗？这两个饮料都很好，只是样子不同。你更喜欢哪个？百事还是可口？评论下方，给我们的视频点赞、订阅拉六频道，来观看我们更多的娃娃小技巧。